那主持人开始教我说，好，那我来教你。比如说你要学杨凡，我就可以 D D D C C DJ Dennis， 听音乐听海哭的心。哇哦，我就开始学了。这个范围好小哦。然后开始模仿菜头，一定要讲你知道吗？我真的觉得那个主持人当时主持费要给我一半，因为我们台上至少40分钟。这个没梗的主持人是？是啊，这么对啊，模仿天王，给大家谴责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可能后来有变同事啦，就这一位啊。露露，学生们一年一度最期待的就是那个毕业演唱会嘛，就是我们都有舞会、晚会这种。我记得还有小雨啊、李玖哲他们，所以都很大受欢迎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想说哇，很期待。OK， 主持人上来了。然后呢，一个一个介绍，然后小雨的也结束，我们都很陶醉，李玖哲很陶醉，然后说哦，我要期待压轴耶。可是在压轴来之前，就看到哎，怎么主持人开始一直讲话，一直 talking， 然后 talking 后来他开始表演，过了15分之后。我们同学们已经齐齐楚楚说，哎，他现在是怎样啊？啊，狼嘞，啊狼嘞，那嘞那嘞。然后后来这个主持人就说，好啦，哇塞，那我来教你们模仿好啦，有没有同学要上来学模仿的？然后我同学说，他会模仿。我说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，我不想上去的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呀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然后那个人超像一直推，一路从车牌推。我就在台上了，就拱上去，我就上台，莫名其妙就上去了。对，我就上台，我就开始在那边跟那个主持人开始学。那主持人开始教我说，好，那我来教你。比如说你要学杨凡，我就开始对对对，是是是。这个主持人什么有点眼熟的感觉。玉林哥，你手要讲硬，厉害啦。然后他开始教我说 ，DJ Dennis， 听音乐听海哭的心。哇哦，我就开始学了。这个范围好小哦。然后开始模仿菜头，一定要讲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定是张立东啊，一定是张立东。对，我就开始跟这个主持人学习一些模仿的技巧。对对对，他真的很会模仿，一模仿下去之后，夸张，真的夸张。我真的觉得那个主持人当时主持费要给我一半，因为我们台上至少40分钟 ，at least， 夸张。那这个没梗的主持人是？是啊，这么对啊，模仿天王，给大家谴责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可能后来有变同事啦。就这一位啊。我不管你要模仿谁都可以啊，40分钟是基本消费啊。基本消费，因为当时点点合理还没有出唱片，对，要不然他就可以唱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